Hello， 大家好，我是卷毛妈赖妹妹。OK， 所以今天呢，你可以看到我身在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哦。然后你可以看我们后面这个是一个我们三位 grid 的这个apartment。所以现在呢，我是在我们的 Medini area， Medini， 然后我在 Avira Medini。你有听过 Avira 吗 ？Avira 它的一个特别的点就是它是一个 landlord， 它是做那种很大自然，然后做那种公园 garden style 的啦，然后会比较有一点，我个人觉得是有点 like 像外国风这样子的啊，就是特别环境特别美的一个 project。然后现在呢，我们是在它的一个第一个 phase 啦，就是它的 phase A， 所以总共这里啊，其实他们拥有的地是大概是207 acre。然后总共他们会做四个 phase land 啦，然后还有一些地过后他们会来发展一些其他的项目啦。所以现在我们在第一个 phase 就是 phase A， 然后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啦，这是后面的 phase， 他们也是有在陆陆续续做着啦。今天呢，我要带你们看的是我们的 bare unit， 就是我们的 actual unit 实际单位啦。然后实际单位呢 phase A 呢，第一个 phase 呢跟其他的 phase 会有些不同，等下进去我再跟你们讲啊。然后所以就带你们看先，所以我们这一款哈，它是27x65，然后是三加一房，有 A 跟 B 啦。其他详细的东西之前我做过另外一个影片解释了的啦，今天就特地带你们来看 H unit。然后我们先看 Type A。所以平时哦，你来哦，你会看到这个环境是非常的，就是很宁静，然后就听到那个风嘶嘶声，然后听到一些鸟叫声，真的是这样子的环境来的啊。一进来啊，总之现在啊，你们看到就是交房标准啊，但是仅是 for phase A 啊， phase A 罢了。OK， 这边就是它的一个 car porch 是用我们的这个水泥压花的 design， 就是很简约，然后重点是不会爆也那一张。OK。然后只要是每一间单位啊，你只要是中间单位，它都会有给这种草地在前面啊。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courtyard， 这个 courtyard 呢，看你是要摆小桌子啊，还是你要这样子啊，你要这样子去运用啊，都可以啦。啊，就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设计。一进来 ，OK， 是有个木门，然后你会发现哦，它真的是做很多那种玻璃窗的那种设计啦，采光就会特别好。然后整个的环境大概是这样 ，OK。所以 Type A 跟 Type B 实质上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 Type A 一进来呢，这里就是楼梯口直接上来啦。我 Type B 的话，等下你们进来会看到这边是有一个 powder room 啊，所以 Type A 的 powder room 是在后面啊，然后厨房的位置也是不一样，等下楼上房间一些格局也是稍微不一样啦。所以哈，它就是做比较那种，它的那个设计概念就是特别多玻璃，这边又是一个 sliding door 啊，平时你要开着要怎样做什么都可以。然后过来这边厨房。OK，for、okay, phase A 啦，第一期的话呢，它是有 include 这一些厨房啊，这些 cabinet 啊，这些东西全部是有的。但是后面的 phase 呢，就不会有这些东西啦。只有第一期才会有啊。然后这边是有个小门，你可以从外面你把东西接进来，这边放在厨房，放这边都可以。然后哦，对呀、啊，这个哈、哦、还是这个是吗？啊，你看它厨房就这样做起来。然后这个是冰厨，很漂亮啊、哦，这样子放在里面，放里面就特别漂亮。哎，然后过来这边呢是干厨房吗？这里就是四厨房。那三加一房哈、哦，楼上三个房加一房在下面就是 maid room 这样子啦。然后会有一个厕所，一个厕所跟一个他的房。如果你没有 maid 的话，就是做一个 utility 这样子了。啊，然后后面它就是这样，后面就是一个 yard area 啦，啊，等一下我从另外一边带你们去看，啊，后面它这，然后这边就是它的四厨房的一个地方啊，先给你看 ，OK， 所以哦，我特别喜欢这边啊，也是这里的一个。它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点啊，就是它后面就是完全的 garden， 你可以看到，啊，真的是有那种虫叫声的那种，啊，
就是哈、哦，你这个门你要开住，你的塞车牌在后面这样跑来跑去啊，你不用担心，因为它不会有任何车辆经过的，它整个 concept 就做 garden 这样子，嗯，你看它就是整个环境就是这样，啊，都是很漂亮。那这边有一个草地，看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啦，嗯，就是特别多这种大玻璃窗啊啊，而且它快递全部是很好的。这边就是 powder room 咯。Powder room， 这个 powder room 就在后面啦。哦，他们的冷气哦，你还可以看到他们全部是有做这样子的，它不是那种 centralizer， 但是它是一家一家，可是它有做这样子，封起来就会特别美，就是很高雅。然后这是它小小的 store room 啦，嗯，小小罢了，大概看一下。因为还有给你一个像 mat room 这样可以给你做 UDD， 所以它空间特别小。哎，来看它的这个哈、哦，我特别喜欢的啦，就是它的这个它也有这个窗口，我觉得特别漂亮，那个采光这样照进来，啊，你楼梯口不会这样暗暗这样啊。OK， 然后这边有个 intercom， 哎，等一下 com 吓死我，不要。它这边哈会有两个这个 intercom， 一个是在楼下这边，一个等下是在主人房。然后我们现在就上楼。它楼上这些哈全部是 E&O 他们 signature 的这个 solid wood 的 design， 你可以看到特别的漂亮。嗯，然后接下来的房间他们都会有那个 wardrobe 呢也是 phase A 才会有的啦。第一期这边一二三个房，这里是主人房，这里是厕所。我们先看小房， OK， 先看这边，你看哦，因为它都是用很多这种大玻璃啊，所以它的采光是不是特别的好？你平时白天真的不用啊，你可以看一下它厨的设计，还有做好整面厨，然后冷气机这样，所以变成你房间特别好摆，你房间特别好摆 ，OK。然后这个是他们的楼上的 common bathroom， 嗯。然后这里是他们的另外一间房，这个房也是他自己整片做完厨跟冷气。然后这边就是这间房会比较小啦，这边摆床，这边就是可以摆一些桌子，还是你的那个 dressing table 这样，你看一下。来到我们的主人房， OK， 他做好的设计也是这样，两个厨在这边，然后这边厕所，然后这就是整个的 area。你看它全部窗口做到很大幅，特别的亮，然后一个 intercom 在这里哦，啊，然后你厕所可以去看一下，厕所哈把那个隔开了，然后冲凉的就在后面，这设计很特别哦，比较少看到这样子的设计，我是很喜欢这样的设计啦。OK， 所以我们 Type A 大概是这样，现在我就带你们去看 Type B。现在我们在泰 B， 然后其实哦，你可以这样看啦，该泰 A 是我们在隔壁啦，然后其实它的外观是长一样的，它就是里面格局稍微不一样，然后 square feet 差那么一点点， OK， 一样哦，它过来这里咧，这里就是刚刚我们那个 courtyard 啊，然后不一样的要来了。刚刚我们一进来哈、哦，这里是楼梯口吗？记得吗？直接这样子接上啊，但是这里现在这边它是有一个它的 powder room， 过来看。它这边跑就是直接是一个 powder room， 嗯，一个 powder room。所以就是讲哈、哦，有一些他们如果你讲有一些客人呢、啊，还是一些他们要上厕所，他们一进来这边，他就比较顾到你的 privacy 啦，因为他不会进到里面的后面这样啦，就这边直接可以上一个厕所啊。然后你可以看到他的厨房设计也是不一样啊。刚刚我们的厨房呢是全部在一边的，这个他就坐在比较中间，然后该的饭厅我们是也是在比较前面的位置，这样他现在饭厅他就是在那个地方咯。啊，所以这边它的 intercom 在这边其中一个，嗯，给你们看一下哈，过来这边就是它的那个 wet kitchen 跟它的 yard 就是在这边。下面的房是一样的啦哈，嗯，
然后 form 后面这边也是一样的，那这个 area 也是一样的，基本上它就是这样啦。啊，你想在那边给我一次就找到了，在这边，它就是这些坐标不一样了啦。然后这边就是刚那个小门进来，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后面的那个 garden， 就跟刚刚一样，就跟我们的单位在隔壁吧，就是这样。现在除了这个房间啊，那个厕、不是这个厨房跟那个厕所，现在就我们看那个楼上的那个差别。刚刚好在这里我们就直接上楼梯了的嘛，现在还是这样过来，然后才上楼梯。然后刚刚我们上完哈，就直接是那个 family hall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现在这里他一上来，他还要再上走一个这样转弯的。主人房一房、二房，然后 common 的厕所在那边。你有看到那个格局有不一样了吗？只是些许的一点的不一样。我们先看这个房。这个房哎，它的厨冷气就坐在这个部分啊，所以你可以看你的床要摆这里还是摆那边。它的格局就有点幅度这样子。然后你看，我真的是很喜欢它做很多这种玻璃，很亮，我喜欢玻璃玻璃的。这个厕所稍微看一下，应该是一样的。这是那间房，另外一间房跟那格局差不多。你看它除了这边，然后也是这边幅度在那边，可以看一下，就是跟刚刚的基本上是差不多一样啦。这就是台币啊，你看。接下来主人房，主人房就有点不一样。刚刚主人房好，我们进来两排厨嘛，记得吗？这样好像是一排厨在这边，这边就没有厨，另外一排厨还坐这边。可以稍微看一下整个大格局。就是比较不一样了哈。然后厕所的话是一样的格局，可以稍微看一下。一样那个镜子后面就是我们的 shower 的地方。所以今天带你们看 Bay Uni 就带你们看到这里，然后其实这里是有现目前有开放的是三个 phase 嘛，有一些 phase 已经是完了的，然后最新的第四个 phase 呢是还没有开售的啦。所以如果你对这个项目有兴趣的话呢，你想要找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大自然的环境啊，然后想要靠近 EduCity， 然后附近有一些商场比较方便的这样子的一个 project 呢，你就欢迎联系我，然后我们可以预约带你来看房啦。 OK， 然后再加其他的一些 clubhouse 啊，它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介绍我有在另外一个影片，给你们也记得去看。 OK， 所以谢谢你们，我们下次见，找房产找妹妹，拜拜。